接下来请收看智慧菩提。如果希望达到佛性的完全展现，永无挂碍的涅槃境界，就要先抛下我们的虚伪。我们所要做的是为达成圆满的正觉成佛而积极的努力。相对于世俗的价值，成就圆满的佛果是绝对无价的。我们所要追求的并不是那上亿元的财产，而是那不生不灭的绝对真理。开发心灵品质，就是开发人类最深层的潜能佛性，让它苏醒觉发完成。每一生命都有成佛的原始种子，只要懂得善用它，开发它，佛性就像一颗小小的种子，渐渐地发芽成长。但要培养佛性，就要精进，否则永远无法控制自己的心，培养完美的自己。智者释迦牟尼佛将生命的秘密打开，明确地告诉我们，众生都有成佛的潜能，无限的慈悲、智慧与力量。原来众生的心可以创造自己的命运。使心与正法相合，我们就能开发佛性的潜能，体现佛陀的一切特质，一切以心为主导。开心胸，欢喜地接纳一切，一切生命对我们而言
都是稀有的珍宝。不要将自我摆在第一顺位，因为一切如母的有情众生，比起这小小的自我，显得太重要了。我们要为一切生命的最高福祉奉献身心而努力达成。所谓的处理心，是指能够懂得善用此一色身，但不做此色身的努力。对于世间的一切都是如此的态度，更进一步才升起决意出离轮回的心，出离心。就是脱离生死与烦恼缠缚的决心，从此我们将能进入涅槃，回归生命的最终依靠。凡是存在的生命都离不开其他的生命而存在，一切生命都是互为条件，互相依靠而存在。这个世界没有单独存在的生命，这就是空。一切精神与物质世界，一切法都是由主因与条件所合合而成，这就是生命的本质与究竟。如果能够经常练习空性，就能渐渐体会什么是生命的本质。
相信一切法都不例外。我们要学习分析诸法的本质，了知诸法都是由因缘、条件等组合而成，一切都是暂时的存在。般若就是真相，是生命的真实相，真实实际的面貌。一切我们所知、未知的世界，都是无常的变化，都是在因缘和合的条件下呈现，都离不开空的本质。什么是法？法就是指空性。宇宙间一切的存在都是变化无常、刹那不住的。宇宙、身心没有一法是永恒不变的。一切的现象都只是暂时的幻象而已。我们要懂得珍惜当下，做到三少与三多，少自私，少对立，少抱怨，多关心，多包容，多珍惜，生活也才会感到豁达与惬意。透视诸法的本性，我们将能见佛、见法、见僧。学佛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体证空性。空性就是深刻的了解，原来我们跟一切众生是没有距离的，没有相对的他，怎么会有相对的我呢？所以，原来一切众生、世界与我，不过是相同的本体，绝对的实相。诸法都是由因缘所生，凡是因缘所生的法，都是空无自性，也就是空性。
修行人应该要永远快乐，永远无忧无虑的生活，因为一切法无自性。世间的一切都是如幻如化的存在，当我们透视这一层真理之后，生活中哪里还有压力可言呢？能够经常的思维运用空性妙理，就是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这样的修行将会将我们带到自在安乐的境界。生命的真意来自于对空性的体会，以及实践平等的慈悲。能够平等善待一切生命，才是我们生命伟大的地方。别让心陷入得失与纷扰之中，要懂得控制自心，时时安住在空性的觉察之中，不要再被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互动所欺骗。外在与内在的世界是相对的世界，离不开因缘的和合。清楚知道诸法都空无自性，我们将能打开明亮深邃的智慧之眼。内心的烦乱才是让我们陷入痛苦的原因。当我们为贪嗔等烦恼所扰乱时，将会使我们不断轮转于负面的情绪与境界中。学习让自己享受空性的喜悦，放松自己，我们将能开放心灵，无所畏惧。真正希望得到快乐的人，不应该再树立敌人。降服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透过空性忍辱与慈悲的修持。软化彼此的对立，能够做到这样，才是真正具有大威德力的降伏妙法。
是中华国际失实协会。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失实协会，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布施者亦得福，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不仅布施六道众生，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生生世世福寿长，善根具足。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国际万场烟供自2014年4月1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中午止，海内外共30万3025场。布施蚂蚁小鱼自2015年5月2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止，海内外共12311次。愤怒上师马鹏赤然灌顶，自在金刚紫马护法消灾度亡法会，主法上师尊贵的白玉秋竹法王，日期10月7日星期六12点半大众报道，时间14点到15点半，自在金刚紫马拉大护法替身攘解消灾度亡法会，16点到17点半愤怒上师马鹏赤然灌顶法会，法会地点莲潭国际会馆4楼大礼堂，高雄市左营区崇德路801号，主办单位乌金喜院，洽询电话林师兄0977-059-569，0977-059-569。台东池上法灵寺启建梁皇宝忏法会，国历11月4日星期六到11月8日星期三，农历9月21到25，礼拜梁皇宝忏。11月8日周三下午梁皇圆满，释放余伽堰口一堂，恭请法灵寺住持长田长老主法。地址台东县池上乡106-1号法灵寺，报名电话0898626661，0898626661，02-2695-3842，02-2695-3842，台北惠海讲堂，邮政划拨账号00159137，00159137，户名法灵寺，欢迎十方大众踊跃参加及随喜护持法会，消灾济庆，福慧增长。在佛教其实很强调，就是我们以人要成为佛，我们是要脱离我们世界的任何的一个就是会捆绑我们的元素。那是否在已经就是烧金纸给亡灵的话，是否也是会跟佛教的就是要脱离我们任何的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的愿望，还有一些的就是我们这人间的烦恼，就是我们烧金子给亡灵，是否会跟我们佛教想要脱离人间的烦恼这件事情是否会有冲突？对，我们刚刚有提到人类的欲望无穷，那我们烧金子给我们的祖先，就表示说那我们的祖先还是跟人类一样依然有那个欲望，那这就是跟我们佛教对，所以说我们佛教里面就是刚师父也有提到嘛，就是我们应该要消灭欲望，那就是所以烧金纸跟我们佛教里面的佛法里面是不是冲突的？好，关于这个问题呢，佛教里面
没有绝对的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佛教是转化的法门，转化，就像祖先觉得他没吃饱，佛教就用蒙山施食这个法门，甚至有一些人他有烧烟供，就是呢把食物做布施给祖先啊，这也可以啊。但是呢，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我给祖先食物啊，我给祖先烧很多啊，这是不究竟的法门。所以我们说呢，佛教最重要的重点是我透过蒙山施食，我透过做烟供，乃至于透过烧纸房子、烧纸钱，我一边烧的时候一边要哎呦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甚至我可以如果你有修慈心观的、南传佛教的、学缅甸泰国佛教的，你可以修慈悲心。那如果你是修密宗的佛教的，你可以念咒语、念佛的真言，这都可以。那呢，透过这样烧的仪式，我们是让祖先觉得我得到了。他得到什么呢？他得到佛陀的加持。举例来说，我们小时候我们都不敢吃药，所以呢那个医生就会把药装在糖果，有没有胶囊糖果里面，你看起来像糖果，但是药在里面啊。或是说我把药磨成粉加一点糖，小朋友会觉得啊我在吃糖粉，结果那里面有药啊。所以呢，金纸乃至于这些食物，乃至于这些香，这些拜拜的祭品也是一样，这是一个方便。佛教里面没有排斥，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允许，这一切都是方便。我们透过烧金纸，祖先很开心，然后跟他说你要念佛，你要去极乐世界，你要放下你的执着，你要放下你的贪心，你要离开痛苦，那他就会觉得说所以今天原来烧金纸我得到只有金纸，但是呢如果我今天又念佛，我去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很多的黄金啊，有无量无边的宝物啊，他就透过世间凡夫看到的这个金纸，而看到了最后看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所以佛教没有排斥你不可以做什么，而是你要转化它。烧金纸我要透过我烧一张金纸念一句阿弥陀佛，乃至于呢我今天烧纸房子啊，希望众生都看到极乐世界。这个呢在佛教里面有一本经叫做华严经，华严经里面讲的就是你要如何用心善用其心。所以佛在华严经里面讲，你看到草的时候，你要希望众生的善根都像草一样越长越茂盛。同样的啊，我们用这个道理套过去，我烧金纸的时候希望众生都能够看到极乐世界，好多钱啊，好多黄金，这都是阿弥陀佛的功德啊。我烧纸房子给祖先的时候，希望大家看到极乐世界，哎呦阿弥陀佛的功德，有这么多清净庄严的楼阁啊，这么多清净庄严的房子啊。所以佛教里面这都是可以的，但是记得我们要透过修行去转化它，我们不是只有烧给它增加它的欲望，而是用这个方便让它能够离开痛苦，得到究竟的快乐，去到极乐世界。明仔是六斋日，是四大天王摄察人间善恶之日，恳请大众修持八关斋戒，阿弥陀佛。